等一下，我大哥看不过去了，你老师也在冲他，好朋友，你们真的输了，不要再好看我们好不好？最后一次好不好？最后一次机会，对啊，看我们两个头都那么大，好不好？我脸为了拍那个情色剧团，脸都被打肿了，我们真的有瘦，来。我们不要拖台前好不好？不要拖台前好不好？他就是在要 MSN 一样打报告。我也要啦，我也要，我的 MSN 是7880。我还没聊完。还有一轮的。对，翻了，刚给你，赶快结束哈。啊，准备好了没，各位死老百姓们？哇，台中品质都那么优，超优的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是不是要赶快去经典房？我们赶快唱完，已经唱完了。哦，对，拜拜。哎，不行啊，这次出的单曲要唱一下。对，赶快唱，随便唱一下。不是，其实我不用唱，楼上都有卖，自己去买啦。比基地比较好听，现场比较不好。对，我感觉金钱豹在呼叫我们。好，我们不要虎头蛇尾啦。好啊，我怎么接？好，就这首哦。对，来，我跟你讲，我们新单曲叫什么名字，知道吗？买了吗？哦，大部分人只是来看我们耍宝，他们并不知道我们今天主要是来看妹的。对啊，我跟各位预告一下，我们每场应该都不会有妹。昨天台北那个也很屌哦。对啊。是，到现在还在流鼻血，所以我才会那么累啊！我们要去补血。啊，我们新单曲叫《感冒》，要请大家好好记好，好吗？好。对，那个腰带很特别，你们怎么可以不掏钱去买？要是我就买了。现在因为台中人都很健康，他们都不轻易生病，但不像我们台北一样，就比较空气污染比较多，容易对。但是告诉你们，有病医治身体，没病防身，就是买药买回来。那个成语怎么讲？不会，感冒药，人可以穷，但不能持久。